今天一班朋友约了我们去Good Jai Lama的一家餐厅吃东西，这家餐厅的名字就叫做油米气，听说是中国顺德一家很出名的餐厅，餐厅环境很不错，不过就是停车位太少，还好可以把车停在隔壁酒店的停车场，而且没有收费。还是还没有煮的 ，OK。是要放下去的，是要放下去的。神在哪儿？今天不是在外面的。慢慢熟的，很香啊！它有酒，是不是？有酒啊！它才有酒，它才火焰酒香，火酒黄酒，应该是火焰醉香哦，所以它有，它才可以燃烧啊，哇，水就烧的。我跟他们讲，整个保定你吃，一人一只，没有，我们一人吃一只，一人吃一只，然后他们一人吃一只，那加一个点心来，哇，温馨啊，哈哈哈哈哈，然后呢，我们下面这个，OK OK， 吃掉吃掉，你去年看他们旋转，哈哈哈哈哈，熟了，难，有熟的，哪个熟？中国菜啊，中国顺德菜，顺德，顺德，走啊！要不要我叫你煮盘给你？这边有啦，煮肉，煮肉。很脆呀，一个是淮山，一个是莲藕。哦，那我吃到是莲。什么？有什么芋头？长寿面吗？长寿面。哎，你饱了没？吃不完，现在一直有来呀。问过手机先，是咯，我又要通知飞出去，来出去，快点啊！应该是我的咯，因为我右手嘛，我的是右手，右手很香哈，你是啊？要拍他吃好不好吃？我做的更好，看看，不、哦，表情没有表情，哎呀！海底捞啊！海底捞呢？我觉得你爱这个歌。海底捞什么？许愿，许愿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。他是哪一个嗨？嗨嗨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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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他说话呀，说说，有一点走音，说说嗨，说嗨呀！就这样讲说。